50岁以上所有的中老年朋友，记住一个概念，你的能力在下降，你会发现做所有的动作你都会有一个危险感。今天教给大家一个练习的动作，提高我们身体控制能力的同时，会有效的使我们那些危险感在我们能力提高之后大大的下降，这是对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，和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分享。这个动作就叫做高体位抬腿，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我们把腿一旦抬得很高的时候，会发现能力第一个是不够，第二一个有一个危险感。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尽量往上抬起，其实是保持你这个能力，或者说提高你高体位抬腿的能力，对我们防止跌倒等等起了很好的辅助价值。另外一个呢，它会使我们的平衡能力得到有效的锻炼，恰恰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在做动作过程当中的那种危险感。高体位的这种抬腿的价值真的是很高，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在生活当中都能做到。告诉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吧，一起做起来。